夢幻世界。好多韓國的小朋友放假嚟到動物園的入口，等我哋啱啱喺度排長龍啊！好多學生喺度。食兩個鐘頭，嚟㗎嚇，係喎，大家都知道我哋獅子兔好苦啦，都係入到唔喐。而家係繁殖期啊，所以咧呢啲紅人啊，冚唪唥咧都係懶洋洋、冇興趣做嘢嘅。拜拜喎！點算你打嗰度先咧？日本統治咗韓國37年，所以喺呢度咧種落咗好多櫻花嘅，成個韓國都係櫻花嘅。Thank you.
仔，哇，係咁。哇！好快速度，呢啲人特別快。老師，我哋拜登都點樣做呢？誒，哦，吳老師，哦，比塔利亞的先出現了過呀，吳老師。每一個季節咧就係一種花，歐洲歷奇，是真的，你都不是畫來的。小一點的街，不過很多電視不走，一間食店一入店就要除鞋。La Vista 在這裡新開的百貨商場，位於漢城市郊的衛星城市，街頭表演
官員咧喺度入到嚟嘅時候咧，就跟住個品位啦。咁啊，有唔同嘅階級咧，就企唔同嘅碑。呢、這個正嘅咧就表示係冇文官。咁嗰邊咧有啲叫做從嘅，從嗰啲咧就表示係冇官嚟排嘅。正宗皇帝大殿，佢唔敢用龍嘅，只能夠用鳳嘅啫。跟住睇下見到啦，前面就有皇冠咯。嗱，喺個天花嗰度咧，做咗一條龍，高過，因為佢當天子嘅中國啊嘛。但係嗰條龍咧唔同嘅，係六隻爪嘅，施政皇帝諗嘢嘅施政殿，呢度係四爪金龍嘅，係代表是佢自己。文武百官咧就喺度商量。千秋殿就是皇帝喺度讀書諗計嘅地方。呢個耳嘅下邊咧有個窿嘅，係燒柴，就係火坑嚟。皇帝讀書就係呢個位度啦。千秋殿。萬春殿。呢、这個殿特別向中國申請起建，攞嚟招呼皇帝用嘅。上面做宴會樓，下面咧就有很多柱嘅，表示咧頂天立地。外面係方，裏面係圓嘅，代表啲文武百官。啲窗咧設計得好巧妙嘅，可以我嚟放落嚟就間房，或者擋住啲雨咁樣。帝嘅寝宮，呢、這個上面咧就係啲窗嚟，呢個裏邊啲房。慈慶殿、清燕樓、都是用十二生肖的。他不敢用龍，就用了這隻烏龜，不過是龍頭來的。韓國以前都是用中文字的，這個壽字來的。上面我第一寫文字幾個來的，上面就母音，下面是字音，我就十個母音，十四個字音，就二十四個字母音，配合時候就變成字來的。冇一個冇一冇啲變，只有個字有冇啲變，一啲又冇字加埋成個字冇嘅。OK 啊，就點解咩稱為叫窗口文字？呢個音文全部都係方框裏面方面做得問題嘅。呢個門環就係代表圓圈啦。但上面就冇音。呢個只有叫做咩啊？叫劈。如果翻譯我們中文字嘅。高啊！高，